传承自福州的蛇窑，因为外形瘦长而得其名。台湾仅剩少数的陶艺师傅能完成，其中之一就是天心窑陶艺村，在这里还拥有一座老蛇窑，在台湾算是难能可见。如果来到南投旅游，可千万不要与它擦身而过。天心窑陶艺村已有超过60年的历史了，是台湾唯一混合烧制砖瓦和杂陶的窑厂，结合观光的大趋势下，近年也受到关注。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陶器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这里不但能进行深度的陶艺文化之旅，还能欣赏许多优雅的陶艺作品，也能进行陶艺体验。